那个网友是说台哥之前有抱怨说你们好像案子真的很多，没办法来直播。只是因为现在真的就是大家很多事情要忙，我觉得台哥一定没那个意思，对，他只是就是就讲出来这样子。日前木曜四超完元老主持群六大金刚宣告被退役的消息传出，台志源也曾在直播中抱怨主持群外务很多，可以经出席上传了各位记者会也做出回应。因为我自己本身知道接受到资讯是我本来是八月要去爬山，然后九月也要去爬山，但是因为台风的关系取消。对，所以我其实一直都有陆续在接算所谓的一日系列这一块，其实我陆续都一直有在跟节目就是接洽，我就突然在外景的时候接收到这个讯息，因为其实刚好也是因为，比如说像那个大家都现在有演唱会啊，然后像我是因为二宝要生了，所以可能所谓的没去，只是因为单纯他们觉得直播的时间可能大家比较没有办法配合，然后说但是其实一日跟一些那个我们后面都有陆续在讨论的这个节目企划都有。那个网友是说台哥之前有抱怨说你们好像案子真的很多，没办法来直播，六个人应该很难再合体的，六大金刚。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啊，只是因为现在真的就是大家很多事情要忙。对，然后我像我自己就是一直在要准备小孩啊干嘛的，然后那你刚刚说自己大家都有很多事情要忙，那就是跟那个台哥说的一样，你都好忙。哎，对对，就是对对啊，应该说直播只有直播这件事，就因为礼拜四直播这件事情，对啊，啊可是我像我自己如果是说有其他的时间，我是很 OK。会不会让你心里有疙瘩这件事？不会啊，不会，我觉得台哥一定没那个意思，对他只是就讲出来这样子的。但你没有问他？不会去问这个吧，因为像你怎么会这样讲？对，不是不会，哪会啊？谁敢？宪哥我也不敢这样跟他讲，然后我们就是执行企划的人，对啊，那我们就是被发通告的人啊，对啊，我怎么敢讲这种话？那你上次跟台哥联络？哎，我们其实上次那个政港分局，我们一直在宣传的时候，我们都有碰到，都有在聊天。然后像我们就是因为政港分局他六个都演嘛，所以我们就大家都会坐在那边聊天啊，对啊，所以我们才会觉得错的是因为大家一开始都聊得蛮好的这样子。